现在大家比较关注这个东北，也关注这个山东。山东是北方地区的经济最好的省，东北也曾经是北方地区的经济发达地区，尤其是工业。现在大家都觉得东北的经济发展不好，山东也有点相对落后，甚至有些人还说山东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东北？先说第一个问题，东北经济。东北为什么开始大家闯关东？是因为它地广人稀，资源丰富，太养人了，太容易养活人了。不是说我想哪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哪也不行了。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冰天雪地的，我能出门干啥呀？是第一。第二，我没必要那么勤了，我干半年有吃有喝的，为什么呀？所以农业经济时代这种非常优越的条件，造就了东北人的这种生活的观念，他的幸福指数很高，很开心的。东北的工业是怎么起来的呢？是因为非常精明、非常勤劳的日本人，造就了东北的这个工业基础。共产党首先跟国民党决战的时候，首先抢在苏联的这个支持下，或者莫英下，首先抢占了东北，抢占东北成为共产党的最早的工业基地。为什么能打败蒋介石国民党？那么的武器装备，因为有工业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能生产很多了。你看事业的部队发展那么快，它有装备呢。这就是共和国的贡献，对共产党的贡献。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，我们靠的还是前30年主要靠只能是计划管理，靠计划经济体制，靠国有企业。而且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，很多都在东北，是吧？所以很自然而然，它成为新中国的工业基础。但是改革开放以后，时过境迁了，农业经济时代形成的生活观念和对经济发展的理解，和绝大多数的是日本留给。我们新中国的工业基础，原来几十年又是计划经济、国有企业，那么曾经辉煌过好几十年，是吧？大家都因为就应该靠这个，但是后来搞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了，其实跟原来我们那些东西是有点不一致的。那么我就说的难听一点，东北人卷的有点慢，他卷的有点慢。但是我觉得东北这个发展经济的条件太好了，他一定有重现辉煌的时候。但是不能再说进行东北老工业基地了，就进行东北经济。我们怎么进行观念、体制创新，是吧？你老扛着我是因为工业基地老了，真没有希望。改革开放40多年了，这是第3次提进行东北老工业基地了。我们搞经济学的国家每一次科研立项啊，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可支持东北那些同事了，我一定支持你们。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我说不再支持你们，你们天天拿着这东西说是如何进行东北老工业基地。我说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，假的。如何进行东北经济，才是真的。我们讲工业基地老还是不老，不是按建立的时间先后来分的，是按国际国内市场对你这个产业和产品还有没有需要。东北的汽车制造、飞机制造、船舶制造都不老，我们的煤炭、石油也不老，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靠石化能源。我们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也不老了，我们现在特别重视发展的文化产业都不老，所以东北的问题不是工业基地老了，是观念老了，体制老了，所以我们的观念和体制并不像，不能因为我们过去对共和国有贡献，就老求着或者希望中央给钱来拯救这个东北，这个是没有希望的。但是现在东北的观念体制也在变，我相信东北观念变了，体制变了，经济体制改革技术这个推进，东北还是有希望的，因为它的资源条件在，工业基础在。我觉得第一，东北能够重现辉煌；第二，这个话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，东北就这样也没差到哪去，老百姓日子不过得还是挺舒服的嘛。你说他的人均的工资收入并不高，可是货币流动速度很快，大家都是我今天的收入，你明天的收入，是吧？我今天挣点钱就花掉，明天就听你的了。所以他的幸福指数一直很高。再一个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东北现在不是人口外流吗？反过来看，它也是一个本能的，或者是一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调节，知道吗？因为他经济不太好了，有些人就走了，这留下这些人就越来越相对少的人口来分享原来的这个资源，他也过得不错。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调节。